价格就可以在这边享用那个观景餐厅，嗯，就更加套餐的，对。但是我想他们吃也就吃三分之，对。穷人的想法，穷人的想法，买不起就想象别人，就你们也就吃了三明治，一下自己吗？被吐槽了，我出钱你去，跟你杠上了。这就是三楼，二楼，现在到二楼了，嗯。这一层好像有点像。那有个影院 theater。对，那边会有，他说刚刚他跟我们说会有那个放映影片。这看下一场是4分28秒之后开始。嗯，那我们先转一下，朋友们。转一下，那继续吧，开始了已经。4分多之后再开始。对，等一等。我们先看看这边。走。我来拍吧，摄影师下班吧，替补摄影师上班吧。先不上主线下场吗？大家都在外面走一圈，我们再回来。一会儿还用完最后一张，回到这里。为什么你那么迷恋长镜头呢？因为长镜头会给人就比较真实的感觉，就这个地方是什么东西。但长镜头很难，就是在于。你中间必须要有，一直要有内容输出嘛，而且你的镜头不能废了。所以你现在就是属于，再给大家来看废的内容输出。那这也拍得挺好。为什么拍得好？因为它景深浅吗？对啊，真人大小。哦，他做了个小木屋。其实吧，如果真的是来班服之类的这种，就不应该是像我们这样，就是大概看一看，应该就是要到这边泡泡温泉，然后这样露下营。对，待个3-4天，慢下来这个节奏。就是要体会一下他们这个地方所带来的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样子。烧烤，烤鸡翅了哟。这是烤蘑菇吧？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这是他的范例吗？这边有个包，漂亮，我们也可以这样拍。你看，我们可以这样拍吗？要是这个效果了，可以拍。它是竖拍的，用手机拍的吗？我知道，我们可以拍这样的效果，这很舒服啊。可以啊，你看你旁边有些什么？你看一下。清楚吗？可以，你看一下你旁边有些什么？鞋子吗？还有袜子。对，背包。还有袜子，太好玩了。登山鞋，这个感觉特别好，是吧？为什么特别好？就是它让自己发声就行了，就是说故事让它自己发声，你不需要一直盯着它看，然后你感受它的氛围就行了。下了一个固定机位，我们再看看别的吧。哦，你看这个。你看，试一下它的重量。他说的是这个重量，你小心啊！哦，他让你背着试一试。化石熊，飞禽走兽。哇，这是熊掌的样子。好了，我们要小雪来对比一下。哇，他要是扇你一巴掌，你的脸就被扇没了。小熊，我们不会惹你的。什么？哦，你看，这是他们偷拍到的熊。哎，我找一个不反光的看。嗯，我们不是在那个博物馆看，其实它也不是身高很大啊，它有灰熊和黑熊，有鹿也来。嗯，是啊，好多野生动物啊。
哦，这里出现这个道具了，快来看看。哦，随处可见的这个道具。啊，这个应该是马的那个吧。哇，这个人的裤子，你看他穿个熊皮在身上。现在介绍这个人，他们是这兄弟俩12岁和10岁的时候来到了班夫，他们发现了这边，1892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地方。这就是兄弟人，那这个应该这个没有具体介绍，但我觉得应该是在骑马的那种人骑。马应该用不上，应该肯定还是人用的。他没有就是你看他这个明显是绑在脚上的，看到没？那这个是攀冰用的，这个是攀冰用的，就是没有介绍这个几个用途。好吧，那我们是他们当时来的时候用到的这些道具。这个反正很像网球拍，我觉得应该是在冰上面。对，可能防滑用的，在冰上面，然后防止自己往下陷吧，可能可以捞。有可能。我们再去看那边。这边这个就是告诉你说，他们这种登山人的那个背包，就是比如让你感受一下6.63千克的背包是多沉。对，哇，真的。你们两个同时背一背。这个不行，那不是一个重量，这个、他们才6公斤，这个15.9，背不了，这个背不了。这个 OK， 这个女生 OK， 这个挺不动，完全挺不动。其实你背一下，你们同时一起背看一看。好沉啊，这个就像那个你背不动的话别太使蛮力啊。像阿杰当时那一包钱去银行存款的时候就这么沉、哦、真的，他们在非洲的那个钱就有这么重。好像感觉要举重这个架势。王气体我来帮你吧。哇哇，真的很厉害。哇塞，背不动算了，背不动算了，太重。不是，他这个绳子看到没，是垮的。嗯，那别背了，太反正很重就是了。是垮的。那这边呢？这边是怎么说的？就是你看，在1800年的时候，他们登山家的背包就是刚刚那个秋里姐背的那个重量。嗯。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比现在要重，但是你看对比，就这个绳子，登山绳现在就轻了0.38千克，对，是这个就很夸张。帐篷现在只要926克就可以了，曾经他们要5.2千克，嗯，就这个减轻了很多。他其实就在对比说现在的登山家，比之前的登山家，因为科技的进步吧，我们现在的登山家他们的背包已经减轻到了6.63千克，就这样的。所以以前的登山家确实更牛，对他们。背着这么重的背包，然后去发现这种美丽的地方，更健壮。对，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到了班夫。这打结的方式吧？哦，对，有教哪？教你怎么打结？这就是那种生存野外生存技巧。对，你看它这个，它就结好了，这样应该就不会。感觉很简单，但其实很牢牢固。就是要学一下怎么打这个结。哦，其实它就是转了2个圈，然后这样子拉过来。嗯。可以自己体验一下了，这个不同的方法。这个应该是它地壳变化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这个是地壳的一个变化。Yes。哦，这里是可以看极光。哇，真的好漂亮！看星空。其实我们今晚是不是应该都自己拍个星空？真的哎，可以。对，我们要去求。它也是摄影机。哦，这是喝水的地方。哎，这种设备在美国、加拿大都很常见，就是自动取水，然后你把杯子放在这里就可以打水，就是环保嘛，减少你用那个矿泉水瓶的次数。对，来，再次做示范。来，慢慢示范一下。用吸的呀，就是把这个水的吸。不是有那种恶搞的吗？就把这个流量弄特别大，一脸发，喷一脸。他们的便便，看他们的便便，哦，这是大便啊！对，这是他们的便便。哦，哇，这个好粗啊！这个是黑熊的便便，这黑熊呢？嗯，这个是狼的，这是狼的。46，这个呢？驯鹿。6呢？驯鹿。5呢？小，就是正常的鹿。正常鹿。4呢？里边是叫那个。是那个带尾巴的那个啪啪的那个吗？三个呢？三。颜色还不一样。咕咕嘎。二呢？哇，这个名字好长的呀。
跳过这个，先查一下。一呢？这个是啥鸭子？二是土拨鼠的。二是土拨鼠，这个这不是美洲豹吗？对，你们都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对，大家自己英文好的美洲狮，嗯，哪一个是美洲狮？这是美洲狮，最肥的就是黑熊的。哇，人生赢家摸到了黑熊的大便。这个好像那个，擦一擦，糯米那个吃的。这个呢？这个是让你回答问题的。他让你选一个，选一个动物。那你想呢？随便的。嗯。哦，那是这个。哦，这他的路线。嗯。就是每种动物不同，就是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的。蓝的。你看这个就好精的。蓝。那是谁啊？就这个。美洲狮。美洲狮。嗯。就这么短。白的也很短。那个呢？熊。更懒，熊也懒。熊都哪里啊？这么一块。熊。嗯。那还是美洲狮最小呀。不大。这个呢？红色是谁？红色是狼。嗯，狼也走得挺远的。我觉得这可能奔跑快一点的动物是不是？但是美洲狮奔跑也挺快的。是。快点呢。所以写篇作文读后感吧。冷。来这边有什么体验？一定要多穿点。真的要带件厚衣服。啊。就风景很美。那个上还有一个那个步行道，太冷了就没走。对哦，对，你可以走到那边。可以走到那个山顶上。咱俩给他拍一个。穿你的肩裤，然后看这边。拍一个网红摄像师背后的故事啊。大龄 UP 主，对对对对，大龄 UP 主。讲讲你和奶仔的故事吧。你和奶仔的故事就说来话长。刚刚奶仔还一个电话打过来，顶吗，老三？你家有冇挂住我啊？没，说来话长。是吗？男人的事情。就亲亲亲抱抱几个呢？奶奶是16岁认识的，没有，奶奶88年了，奶奶比我大，比我大4岁，哦，奶奶30了，哇，什么意思？突然反应过来，在你这什么意思？在大龄 UP 主面前，可是30男人有魅力啊，奶奶30了还在不停换女友，那这才有韵味嘛，嗯，才越来越懂女人嘛，是吗？讲是奶奶，可以慢慢走上来的。还有什么？你和奶仔怎么认识的呀？刚在加拿大嘛，2010年底，然后来这边读语言的时候认识的。网友。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一块迟到了，然后奶仔比我迟到的还晚，所以我们就认识了。迟到的就是这么几个，其实。迟到小团伙。对啊，这就是只有我们三个坐最后一排吧。这就是所谓的席相近，性相远。臭味相投，人以群分。对，哇，好有文学底蕴，我们。Thank you。卡尔家里有夜宵吗？多伦多有啊，多伦多有烧烤。什么多伦多？哇，大多去吃个粉吧，先。